由而家直至到八月底呢三個月，我哋認為咧係香港防疫嘅關鍵時刻。咁所以特區政府咧喺今日就會展開呢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嘅運動。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咧將會喺呢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嘅運動之下推出多項嘅措施，包括有各項嘅疫苗獎賞嘅計劃。咁我亦都已經喺今日發信俾超過100個本地嘅地產商啦、零售協會、僱主聯會、同鄉社團，呼籲佢哋響應呢個運動。至於其他政府嘅相關嘅公營機構，就已經係會一定配合噶啦，稍後亦都會作出公佈。此外，我必須要指出咧，疫苗接種將會係日後市民希望能夠更加便利咁翻到內地或者到去海外旅遊，公幹係一個必不可少嘅要求。